颗单纯自然的表情，还不知道接下来的任务。从说有狗开始，手里的狗突然就不香了，开始盯猫。伦哥又是这个分组提前酸了，虽然怕猫，但想和好香一起玩，玩的是氛围和浪漫。伦哥，你是要猫还是要好香？何必如此酸？伦哥口是心非，看着猫说想要狗，怕猫想要狗是真，心里想和好香一起撸猫也是真。如果没有镜头，伦哥会如何选择呢？伦哥最后的倔强，第一次是不让客主动留狗，这里有点意思。伦哥一旦强调自己怕猫怕被抓，是希望好香拿猫来逗他，有什么好怕的，他不会抓人。伦哥以为好香没听到，有点郁闷加委屈。看猫还是看人啊？伦哥靠得那么近，有点酸哦。好香就是听到文哥的话了，故意不理他。这两个人一直在注意对方，好香小声说拉屎了，文哥立刻探头去看，男朋友在你对面和队友迎面，后侧脸都透露一股幽怨。来吧，你觉得养狗还是养猫啊？养一只听话的猫。养乌龟吧。这是文哥给贺第二次机会，选猫还是狗？贺不按常理出牌。文哥，为什么还养猫？你不能和好香一样，猫只能我和好香养，你应该选狗。眼神是看好香他们，而此时。